岁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即将迎接我们的辛丑年。今天是除夕，在11:15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举行辞岁的团拜。那今天晚上看到的很多的信众啊，都欢天喜地、喜气洋洋，大家来到龙德宫啊，来跟圣母求事、福堂还有福果啊。相信咱每一个人得到咱四妈祖啊，天恩，新的一年一定平安顺心哈啊，大昌大利。我们在今天晚上辞岁团拜啊圆满之后，开始就可以来求事，财力亨通，发财金。好，我们的财神爷啊，一定会天赐大家啊，能够进财进力，平安啊又吉利。那在我们过年大年初一，也会持续的让大家来求我们啊不同的发财金，一直到求完为止哈。那初一到初五，我们都会有啊一个七星桥，让大家来过七星火哈。消灾解厄啊，大家都能够得到身体健康啊，能够延寿。那奉司妈祖的指示啊，我们的七星桥啊下面都要安置我们圣母福令加持的七星火，好、哦，啊，恁这是真真正正吼过七星会哈、哦、啊，所以说机会非常的难得。还有，我们从初一开始就有我们的啊小金铲。哦啊，能够产金也能够让我们求子哦，啊不能那是要求金哦，还是要求家人哦，大家把握在大年初一，我们早上就开始可以来求事了哦啊。新的一年在这边祝福大家哦，都能够心想事成，祝福大家牛年行大运。新年恭喜恭喜恭喜大家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五谷丰收，玉兔兴旺，予恁家厝内猪仔够食饭，鸡仔够生卵，精神啊，大家肥腾腾，予恁家的金银财宝坐到无底坑，予恁家的现金贴甲罐罐做面床哦。金牛贺岁，欢喜祥瑞。祝大家新年好，大家恭喜恭喜恭喜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新年发大财，祝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赚现金，恭喜恭喜，祝大家牛年行大运，大家大赚钱，啊，卖千卖万，大赚大赚，财源广进，家会万贯。在新的一年，祝福大家求财得财，求利得利，求平安得福气，大家恭喜！祝大家牛年大丰收，钞票一牛车，恭喜恭喜！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扭转乾坤行大运，阖家幸福平安，恭喜恭喜！暑气全消，哈哈笑，扭转乾坤，事事好。恭喜恭喜！菩提善愿，天地照见，祝福大家扭转乾坤行大运。
祝福大家 Happy New Year， 牛年旺旺来，大家新年快乐，人迎春早来，草花牛更肥，牛年大家一路花，花枝花地方，建子接家人，祝你新年快乐，大家身体健康，新春走上龙和宫，牛年运势大不同，恭喜恭喜！新年恭喜，祝福大家平安和顺心。新的一年，祝福大家福星高照，贵人围绕，喜事天天来报道，恭喜恭喜！